日前马伊琍现身出席活动，只见她着装干净利落，梳利索短发配个性耳饰，精致又女人，穿宽松衫优雅简约，美得高级，现场讲童话故事超治愈。说起我们，照片曝光后，网友们纷纷现身留言点赞，气色状态都很好，感觉状态很棒，希望越来越好，加油！希望伊丽姐今后的生活都能开开心。